哎，抓住了啊！哎，抓住了啊！抓到了！哎，苏珊呢？他怎么拿东西拿那么久啊？他拿的越久越好，趁要命。他呀，最近对我上瘾呢。哎，不要走，一起玩啊！哎，呼呼呼呼，耶！来，干一个，干。 肉你会不会烤？我去陪小英聊聊天。嗯。你在想什么？想他身上的烟味儿。那是我记忆中他的烟味儿。烟味儿。行了行了，别闹了。干一个。我也有啊。没事，我闻闻。 那有什么区别吗？哎，你还没告诉我，为什么是他？来，接着喝啊！在他身边的时候特别安全感，那是没有人的替代感。喝了啊！在他身边就有安全感。嗯，哎，你也喝点嘛。那这样有没有安全感啊？你往那边一点。 哎呀，要把那个肉烤糊了。林医生，来陪我喝。你离开医院真的是一无是处。干嘛？你生气了？没有啊。好啦，我请你喝饮料。啊！对不起啊。你真的很可恶。 我不是故意的，哎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去洗干净。我陪你。不用，你烤你的肉，陪好你的小英。哦，怪的。木泽。嗯。你应该对林医生好一点。 我对他很好啊，他是我姐。可是你们真的只是姐弟吗？学长。 这样你可以接受我了吗？二三三，你穿成这样干嘛？我跟我哥长得一模一样，你根本分不清楚，你却只爱他，不接受我。不管你穿什么都不是我学长，你们两个就是不同的人。我跟我哥是同卵双生，连我妈都分不出来，你为什么不能爱我？神经病！林琴，你不要碰我！你真的要离开海岸镇？对。 不能留下来吗？不行。是啊。哎，你帮我拿一下。啊。你知不知道我穿成这样也是为了你？不管你做什么，我都不会留下来的。那你怀的是温家的孩子，你把孩子留下来，让我好好照顾他。他不是你哥的孩子。你骗人！你就算瞧不起我，你也不可以骗我。我没有骗你，你哥把镜子调包了，我怀的是沈木泽的孩子。